猪佩奇的肚子饿了，想吃一些东西。看一看小桌子上都有什么吃的呢？贝壳。哇，这个贝壳看起来好漂亮哦。小猪佩奇，来把它吃掉吧。剩下的贝壳还可以做玩具哦。那这里面是什么呢？个粉色的小碗里面有很多的水果片儿，是不是？还有切成块的火龙果，切成片的绿色的苹果，红色的苹果。小猪佩奇，来吃吧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一个绿色的是什么呀？是猕猴桃水果片儿。还有黄色的西瓜哦，黄色的果瓤。佩奇很喜欢吃水果，下还有一个酸酸甜甜的橘子棒。还有什么呀？芒果。那再来一个红色的三角西瓜吧。红心的火龙果，营养很高哦。还有一个绿色的苹果片儿，也把它吃掉吧。最后一个水果块是什么呢？是白心的火龙果哦。对，火龙果有红心的和白心的。啊，一碗水果小猪佩奇全部吃光了。吃饱的小猪佩奇可以去写作业了。